Hello， 这里是稀有盐。今天教大家给喷气背包的气体换颜色和让食物到房顶上去。首先点蒲团，材质换成金属的，坐到上面随便选一个颜色。这个粉色的不是很明显，咱们换个美丽的绿色。哦，这就很棒，很 nice。接下来教大家把食物弄到房顶上，放一个地板，调整一下。现在往上往下调整，慢慢的往上面移动。是不是很好玩呢？如果我们再放一个会发生什么呢？行动开始。为了辨别这两个地板，我换了个颜色，调整一下吧。最近老西都没有素材了，希望有粉丝可以投稿。有的食物会动哦。现在给大家揭秘一下音效，下一次会更新什么？更新了超多好康的发型和服装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灰灰。